有请败者联盟一刘聪 ice， 看戏了，看戏了。哦，太仙了，这个眼神，肯定是我们了。要上场啊，这种篮球运动员上场之前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哎，你被坐冷板凳坐了好久了，行，终于给你的一个机会。告诉我，你们要挑战的一组联盟是。TT 和咖喱，两把刷子，两把刷子。TT 咖喱有请。刘聪和 Ice 为什么要 call out TT 和咖喱这组？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我先提出来的，毕竟谁不想看倒数第一翻身仗打第一名，对吧？哇，黑八哦。我们才是倒数，我们才是倒数第一。我觉得不能怂，玩黑怕的怂什么呀？我觉得第一仗让我摔跤，我觉得给我收获很多，所以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的联盟名就会叫成功之父。成功之父，哦，有点意思啊！成功之父。在现在对决开始之前，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说？希望你们 real 一点。Ice 加上 KL 今天吃定了，咖喱 TT 今天不吃川菜也不吃湘菜，请你们吃咖喱鸡。咖喱鸡，马鸡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对，我随便你是撕 T 恤还是撕外套，我跟 TT 在这里给你们俩拍一张失败照。接下来，请双方前往舞台进行本轮的巅峰对决，有请。哎，势必是恶战，接下来。败者联盟嘛，其实他们这一场碰不得，因为他们现在整个都带着怒火，他们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。我知道碰到这两组，其实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TT 今年是不一样，他已经不是你的男孩了。他们俩可能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炸点，对吧？对。你的杀手锏就是 hip hop 吧，把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所认为的 hip hop 的一些精神展现出来。我想打个翻身仗，我要赢一声，反正谁唱都没有我们唱炸。有请出 KL 刘聪和 Ice 杨长青组成的败者联盟一。第二组由 TCT 和咖喱组成的两把刷子联盟，这两个人有的看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我们的败者联盟一。我面对不了我的失败，面对败者联盟一这个名称，分差拉得特别大，我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么夸张的这件事情。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就是非常不满意。其实都对上一轮的票数很不满。必须不满，他都倒数第一了，我还输了，我怎么可能输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态度是很重要的。我为什么觉得我自己票数这么低要理所当然呢？完全不接受啊！就是我们虽然失败了，对，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挥动我们的拳头，去为自己战斗。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子，你这正常啊。到时候我会举手，然后我们这老师们就是一起举手。对，如果最 label as pen the pen。刚好就是两个人都觉得，哎，这个点很酷，然后就去实行它。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每一个设计都努力完成了，对我自己这个作品我很满意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，这绝对是一首可以循环播放的歌曲。对，有 Ice， 这次我们要把节目组送我们的东西还回去。Let's go！ That's the
的堂堂的骗子行，兴趣来了就去上上电视，专门靠着本事赚赚面子行。来自底层靠着 Benz Fly Fly Benz， 头上绑着堂堂的骗子行，兴趣来了就去上上电视，来哥们儿给你长长见识，让我像是跑步机上面是我的脏脚印，要踏进这里笑容善待 view 来程咬金，十九票店里哥们儿反手直接拉线把干掉我的敌人 draw you all 不答应，我跑几十场 club 每场都当成 live house， 哈死了稳稳进账不用去买药，我一句歌词都比你这首有营养，怪不得我和你不停说唱应该去冰箱，别看我的伤疤告诉你我来自底层，不懂门道的门外还是跟你自己人，说干就干不要废话，今日起把生活当作是印记，那我来自己问，我翘着二郎腿把面子占了，羡慕嫉妒恨，把红颜病都等着证明你的份，你上面扒拉插头为神经发愁，你想上的音乐节不都是我要走，来自地震开的 Benz Fly Fly Benz， 头上绑着长长的辫子、yeah、兴趣来了就去上上电视，哥们靠着本事转转面子，来自地震开的 Benz Fly Fly Benz， 头上绑着长长来，哥们给你长长见识，你们签公司我在开公司，你们发微信我在发工资，你吹的牛皮而我一声不吭，几十亿的播放，看看我团队就知道把他们喂得多胖，你看过于原始，我是瞌睡无法解释的原始，像拖延你莲花中的帘子，把你这里闲置，想走起来的全面线上倾斜，你用眼定义 hip hop， 我用 hip hop 定义，如果 rap 坐在一起只比穿的帅，那我的 verse 为你赚是更有吸引力，如果最帅的 label 来自 Panapack， 让我出发的地方叫做 CDC， 失败者联盟一巅峰对决不如叫做雷凡对决一，导演你要安排你就多安排点戏，等我赚够了根本不屑刷综艺，倒数第一现在倒数炸了爱情我胜，上上电视哥们靠本事转转面子行，来自底层靠着 Benz Fly Fly Benz， 头上绑着长长的辫子，兴趣来了就去上上电视，来哥们给你长长见识，失败的联盟一巅峰对决不如叫做冷饭对决一，导演你要安排你就多安排点戏，等我赚够了根本不屑刷综艺，真是啥都敢说，我感觉确实他们这个状态回来了，帅，真的有点帅了。妈妈，我害怕，我不想玩了。导演，你不给他炸一下？我鸡皮疙瘩让你说起来了。车导现在的。